第五十八届金钟奖戏剧类节目灯光奖得奖的是许君权，《台北女子图鉴》，恭喜！从灯光的布局琢磨，可以看出灯光师接轨国际的企图，发生画面的彩度却不失庄重，背景光的增减得宜，使人物更加立体。最重要的是，没有过度追求自然的刻意。昌琴哥，谢谢，火龙果真的有用，谢谢谢谢。非常谢谢评审对我的肯定，我会继续努力，继续学习。然后非常谢谢红山，谢谢制片鼎安、小龟，然后导演小禅导演，摄影师汉伟哥、胡生哥对我的支持，然后也非常谢谢我的家人，我的爸爸妈妈。还有我的太太，我非常辛苦的太太，就是在这我们疫情中这么漫长的拍摄期间，都是在支撑她，都是她在支撑家里的，我非常非常感谢她，谢谢。